在新加坡机场的 T 三，那边是 T 三。我刚才是坐 Grab 来的啦，然后我刚才想说我要走 First Class 的通道，可是他不知道，所以我要再走过去。这边就是专门给 First Class 走的，就是头等舱走的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坐头等舱。我一直在想，其实。昨天晚上很好笑，昨天晚上其实我后来两点多，我吃完两点吃完海底捞，其实我现在肚子还有点怪怪的，昨天晚上太辣，然后昨天我就一直在看影片，看到四点睡，所以才睡觉，然后六点就起来，我一直在想说今天影片要怎么拍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要拍出那种很仔细的影片，我要拍出的应该是比较有那种快乐感的影片。然后先拿一下我的护照好了，免得等一下手忙脚乱，每次都会手忙脚乱。我的护照在这里，哦，也有不少人走。哎，这是不是我的护照？护照在这里。好的，护照放在口袋。其实这边还蛮多人，听说啦，这边走的人也不少。对，这边有一个，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有写一个 First Class。好，进去。要排队，好多人哦，你看，生意非常好。上海。Yeah. No bag chicken? No bag. Like to have a breakfast? Okay, thank you. 他叫我先找地方坐，把我的护照收走。然后这边有一区都是让你休息的。好，我找一个比较不会 Good morning， 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角落。就是一进来，大家看到那个有没有？这一整区就是 First Class 的入口。其实这边也有一个可以进出的地方啦，可是要你会走才有办法。所以我刚才其实可以不用走外面的，我 OK 还好。然后啊，把我的行李拿来。我昨天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其实我们拍影片啊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我现在是比较憔悴一点点的。然后我昨天看了很多航空拍影片的，像有一个在香港也有拍过 A380 的头等舱那个
主家男人哦，他就是比较属于主家主夫男人还是主家男人，我有点忘记了。反正他的影片是比较属于叙述感的，就是变东西讲的比较仔细。然后我最近也看了 Casey 的影片，其实我都看过了，只是还会拍影片之前还是会想看。然后所以我也在想说，我今天影片该拍出什么样。可是我自己会认为啦，我们的影片要比较有快乐的感觉，就是要有渲染的感觉。其实叙述一些东西啊，并有时候大家平常生活压力就很大，有时候并不是想要听我们讲这么多或说这么多，所以就这样。然后这边就是你如果没有要寄行李的话，他会帮你处理，然后他把我的护照收走。现在我就是一个人坐在这里，我可是进出的人还蛮多的。然后听说等一下会有一个，他叫我过去，那我就过去吧。尽量不要照到别的客人，也蛮不好意思的。Okay, yeah, thank you. 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 Go to Shanghai. You have the China permit to go in. Oh, yes, yes. Can I have a look at that? Okay. 他台胞证。啊，台胞证。对，台胞证。等我一下。这个难会不会难领啊？你说他不会啊，不会啊，很好办，非常好办，对。新的那个 登机口在 B5, 就是你如果进了海关之后右边好，可是登机时间没这么早，9:15，一下子我去拿那个邀请卡一下。好。这是我的登机证，今天的 gate 在 B5， 然后9:15，好，谢谢。入境卡，然后是邀请卡。入境卡哦，中国大陆。我们好像不用。哦，你不需要。对对对。谢谢。哦，这个是进。好 ，OK。谢谢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是走那边吗？对对，我叫同事带你过。好，谢谢。嗯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
谢谢哦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Okay. Immigration on your left, there's escalator, go up. On your left, there's our lounge. Okay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好，我要进海关了。其实也还好啦，如果说你是正常入，就是如果出境啊，忘记走这边的话，它这边也是不同的。然后我现在准备进去海关了，所以我就不再入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first class 什么 departure， 对，就是出境的，就到这边，机场都没人，拜拜。